热巴转型之作《公诉》尚未播完，但是已经收获了满满的差评。不少喜欢正剧的观众表示，迪丽热巴毁了这部剧。网友认为，迪丽热巴演技一直就不在线，这次在《公诉》之中，别说接不住老戏骨的戏了，就连女二号尤静茹的演技也是甩出迪丽热巴一大截。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将迪丽热巴与凭借《后浪》收获大批粉丝的赵露思对比。 认为迪丽热巴之所以演技始终原地踏步，是因为她陷入了流量明星的怪圈中出不来。赵露思虽然也是流量明星，却在正剧中也能游刃有余，不断提高。赵露思出演的《后浪》，从题材上来看，并不如迪丽热巴主演的《公诉精英》受欢迎。但是《后浪》虽然在网上的讨论度非常高，也就说明它的热度很高。从投资方来看，这部剧是非常成功的。 按理说，赵露思的粉丝才两千万，远远不如有着七千九百万粉丝的迪丽热巴。但是网友对赵露思的演技发挥有褒有贬，虽然赵露思有时候发挥的有些过火，但是能看出的确是进步中。但是对于迪丽热巴的演技，却都是千篇一律的批评。迪丽热巴可以说是顶流中的顶流了，她的粉丝数量比时下全网热度最高的男明星肖战和王一博的粉丝总和还要多。 但是迪丽热巴的抗拒能力真的是很让人意外。《公诉》的收视率并不佳，迪丽热巴还一直被各种吐槽，弹幕中只有粉丝夸她美。可惜美这个东西对于演技来说真是不起作用的。想必迪丽热巴应该也是非常不服气被赵露思压制。两人其实之前出演《长歌行》时也是从相貌、妆容到演技被全方位做了各种比较。当时迪丽热巴是《长歌行》的女一号，赵露思则是女二号。 迪丽热巴一亮相，立刻被吐槽造型师对其不太上心。从服装、发型到化妆，远远不如走清新自然风格的赵露思甜美舒服。其实外形上的对比意义并不大，毕竟每部戏的造型都不是演员自己能做得了主的。可能在这部戏中不好看，在下部戏中又美若天仙呢。关键还得是看演技。迪丽热巴和赵露思都不是专业院校毕业，所以两人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但是两人的表演风格完全不同，目前的表演状态也有着不小的差距。著名导演王晶曾说：“赵露思是目前戏最好的花旦，她表演非常细腻，能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并且在表演中将其塑造出来，完美把握每个角色的性格特点。最难得的是，她和对手在演戏时有着非常高的默契度和配合度，能够与形成非常紧密的戏剧关系，让表演效果更加出色。” 迪丽热巴目前来看，应该也是非常努力的。她想演好每个角色，但是在迪丽热巴出现的镜头中，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她与其他演员的格格不入，无法融入进这个戏剧的氛围中。这里格格不入不是说她不合群，而是不在一个气场范围内。迪丽热巴的状态就是游离在角色之外。但迪丽热巴并不是没有天赋，只是因为迪丽热巴出道后迅速走红，之后一直在一部接一部出演各种流量剧。 这些流量剧将他的灵气已经消磨殆尽，他现在非常想努力转型，却根本找不到努力的方向。所以迪丽热巴的每个角色基本上都是一样，每个角色都想在演他自己。就像在公诉中，他是演女检察官，他也只是形似神不似。不仅人设降智送人头，剧情也是各种出 bug。开场给作为检察官的女主安妮下任务，被派到犯罪窝,窝点与卧底接头，领导给出的理由新面孔。 并且她和卧底学姐有些渊源，这个理由怎么看都很牵强，给观众一种为了凸显女主的英姿飒爽，不顾公安同伴死活的感觉。毕竟面对危机四伏的罪犯，安妮的武力值为零，就算后面她突出的检察官专业技能也差点意思。卧底张婉如在犯罪集团从一个小白做到高层，足以看出她的专业性和卧底能力有多强，但展示给我们的卧底却是冲动无脑。 卧底多年，短短几分钟强行送人头。当集团下达不能外出的命令后，张宛如没有任何防范意识，打听怎么出去和公安接头。出去后，随用个把理由把同伴支开。这强行降职的剧情，怕是把所有人都给当成傻子了。除此以外，在公安检查联席会这样一个严肃正式的场合，大家本该把焦急放在案子或者工作报告上。 然而，却变成了男女主角恩怨的争吵和尴尬的唠嗑上，这样的行为也让公职人员的专业性大打折扣。可以说，迪丽热巴现在的演技还不如刚出道时第一部片子《阿娜尔罕》中的表现。那时候，她的眼神中是有内容的，无论是遭受屈辱还是隐忍坚韧，都能从眼神的变化感受到她的内心变化。不过，对于观众来说，迪丽热巴最出圈的角色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凤九。 他把灵动俏皮的狐狸演绎的入木三分，随后在其他的仙偶剧中的精彩表现得到观众的认可。不过，他从仙国偶到正剧角色的转换，显然没有那么成功。而且，现在的迪丽热巴演戏有个特点，她喜欢将脸保持在一定的弧度，并且选好了角度让摄影机对准自己，而她眼神中也没有了角色应该有的灵魂，而是时刻在准备着向对手释放魅力。 其实这就是流量剧演多了的后果。很多流量明星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越来越让人感到油腻？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总拿着红毯上的那一套，自以为在剧中能魅惑众生，殊不知眼神和表情已经将自身的短板暴露无遗。公诉这波剧主要是以检察官的视角来叙事，所以更多的镜头是以他为主。迪丽热巴的表现空间非常大，角色的情绪波动跨度较大，是很好展现自己演技的时候。 但热巴直接错过了很多凸显角色的高光时刻，干硬的台词以及庭审过程中面无表情的和杀妻骗保犯罪嫌疑人交涉，没有任何眼神转换和情绪调动。面对状态饱满的对手演员，他全程只会眨眼、皱眉。不仅如此，热巴的五官硬朗，作为检察官在妆容上又比较厚重，后期加上滤镜只会给人蜡像感，角色的演员没有一丝契合度，让大家的追剧热情退了一半。 事实证明，术业有专攻，角色贴脸才是第一要义。演员转型一直都是很大的挑战，勇于突破自己是好事，但自身具备那个能力才行。热巴是好看的，但颜值在演技面前一文不值。迪丽热巴已经三十一岁了，再不转型就晚了。她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很多演员文化素养不高，所以对很多东西认知甚浅。 对那些有深度的角色表演根本无法呈现出来，只会照葫芦画瓢，表演根本没有层次。演技方面真的需要去系统学习一下，无论是表情、台词还是肢体语言，都需要改善提升，并且还需要多看一些优质演员的影视剧，自己多琢磨、多体会。赵丽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榜样。